预备韩语老师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韩国留学通网的专任教师李思娇。那么，全世界的40多个国家、100多个地区呢，都掀起了学习韩语的热潮。在韩国的居住的外国人呢，已经超过了140万人，韩国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多文化社会。那么，我们对韩国语老师的需求呢，也日益增多了。如果您也非常想做一个这样有意义的工作的话呢，请与韩国留学通网联系，这将是你对未来最珍贵的出发点。